啊，这边好像有人欸。哇，开 Q 啊，加速！妈咪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要打去练武室打。要打，去练武室打。剪头发了，是的，每个人都说我剪了头发又年轻了几岁，受不了。有时候长得太帅也是一种困扰，乖。因为我觉得我单着一个牙签很帅啊，你像是黑社会老大，乖。你和妹子之间我选了你，跟我说谢谢。这谁啊，他妈全都是这一句，什么你和妹子之间什么选了我，去试一试啊。队友是跟我说要让中路，是不是？我知道这个是中路的意思啊，我要去上路哦。 I go top OK baby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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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d JG top OK五路 Jason， 跟这些韩国人有一波友善的沟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这个时候我们要选一支角色，要用来 carry 这些韩国棒子。李信上路，瑟雷西打那个辅助。老实说，我的打野角色只剩没几个，不是没几个，是这个账号没什么角色。我感觉只能选个夜曲来操作一波。等等，有妹子打我喂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别他妈说我又帅又烂，我操，我这个人贼牛逼好不好？老实说，这把看了我们队友的阵容，有点想要投降了。上路李信，中路卡密尔，我操，还好 AD 选了个饭呢、啊，不然全 AD 怎么玩呢、啊？你们想不想赢啊？选这种鸡巴组合，太自私了，这些韩国人，我都愿意让那个中路出来了，他们给我选这种角色。Nope. 这些人不是来搞的、欸，不是，这些人是来搞的。我干，我刚说什么？看上主播的颜值才订阅的。看上我的颜值才订阅，你这个原因未免太过肤浅了吧？没想到你们是着重这种外表的人，外貌协会是不是？那你要订很久哎、欸。不要再送了，老子那么辛苦，还让路给你们，你们给我送头。又死！哎，他要把那个河蟹吃掉吗？哎呦，哎，他把对面打野河蟹给吃掉，哎，好屌啊这个！帮你推线啊，大哥，你这条线卡着，你玩不了。干嘛？不要啊！啊！玩得很好啊你。You bad， 我200 you bad， 我操！感觉这韩国大家嘴爽没？Good， 还敢说我 bad 吗？操 ！Good，OK，Good、okay, good 就好了。别，你别踢，你别踢，真的，帮你推兵。真的假的？哦！节奏带动期，杀到哪杀到哪。前面尽管再劣势没关系，有我这种打野在，有人头马上追平啊，直接赶上来了8-7。打野的重要性，各位看到没？要是当年我打职业有一个好的打野的话，今天可能那个最强中单的名字就是我。一个强的中路就是要配一个好的打野啊。没错，哦，吃完红 buff 去杀中路，他死了，各位。当然是我猜。没血还敢吃兵啊！我的妈呀，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，兄弟？不然这个辅助怎么在中路啊 ？AD 不要了是不是？哎呀！啊啊！哎，他是跟 AD 吵架了，他怎么在这边？你怎么又被单杀了？哎呀！他怎么跑去上路挂机了？哎呦，感觉要杀 AD 哎、欸，对面 AD 有300块赏金，暗杀行动，行动代号9527，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，开始做事。
我失误了，我插过去的时候忘记按那个恐惧。没事，反正 AD 死了也没关系，这波不亏。Nope。他该不会想要来挑战我吧？你这个小派皮想挑战我十级的夜曲，我赢对面打野两级耶。然后我们下路疯狂在送头，这两个下路已经死了十次，你懂吗？我们扣掉这两个下路的死亡数，我们现在人头数是赢很多的。老实说，我想要找对面 AD 单挑，他要是敢推，我直接去了。要靠我打出破口了，各位。飞刀！不亏不亏，一换二，还行还行还行。好啦，我要去暗杀对面 AD 了。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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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背啊，他放在小臂中间要怎么捡呢、啊？你放这边行不行？哎呦，没事没事，肯赢肯赢，看否啊，妈的别投啊！别想投啊！这边很勇哦，很多人哦。啊！我操！哎呦，都没有队友来帮我，上路怎么又被一打二了？喂，他躲了，他躲了。我好生气啊！我快吐了。顶一下，顶一下，顶一下！哇，这个钉墙有水准哦！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！再一下。完蛋了，我当他飞错地方了。啊！怎么了，李信？天哪 ！What the fuck！ 距离不够，我操！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要被这些人吐了。在干嘛？这把赢了，我抖一千。这已经不是一千的问题了，这考验我的心态啊！你凭什么敢担待？你是谁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谁？哈！妈的个逼了！今天收到 KDA 的滑鼠垫了，感谢主播及工作人员小鱼三。不客气不客气，有机会就会办那个抽奖活动给观众们抽的啊，干爹什么的都可以。要是欣赏本主播的才华，记得订阅哦。我有收到小道消息啦，未来的时间啦，好像订阅的费用会比较便宜啊。怎么进去里面了呀？好了，来一起去啦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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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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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真的死了会掉化龙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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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走真的走。艾瑞娜，别放弃啊，队友！逆风肯德基啊，顺风笑嘻嘻啊！呜！
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别再勾了，哎呦！二换二还行还行，听牌龙听牌龙，哎、欸，你，好了啦，冲啊！呜！干勾！我接我接我接我有接，但是我不行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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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要死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想想飞狗会怎么做？飞狗会绕干的。哇，啊，这边好像有人呢、欸。哎呦哎呦，我操！哇，开 Q 啊，加速！妈咪，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要打去练武室打。要打，去练武室打。救命啊！哎呀，还有人，呜、刮个冰，哎，开心一下，先缓一下，别急啊！喂喂喂喂，还勾？哎呦！干嘛呢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就冷静一下不行吗？看到 TP 又不退，30分钟88颗人头，我的妈呀！这韩服不是跟国服一样的血腥吗？负1000，还没负啊，还没输啊！啊！哎呦哎呦！哇哇！这 AD 逆天呐！我操！对面 AD 给机会耶，我操，他想继续虐菜是不是？对面 AD， 回家回家，有人在 BD， 夜曲到后面就是个废角啊，只剩下关灯的功能啦、啊。前面我已经很尽力带风向了。哈哈，上头1000，我操！他没那个，没 GA， 没 GA。啊，好痛！啊！一打一打一打！哇哇哇哇哇！七进七出，电竞方糖镜刷不到我。啊！我买错药剂啊！我买了、啊，我想买这个膨胀药剂的。我手，妈把它砍掉，没什么干的那个手。先把那个膨胀药水给买回来。对面 AD 已经60神装了，真正的满装啊，兄弟们，100多个击杀了，真的是韩服吗？我们现在如果没办法一波带走对面 AD， 很难赢哎。哇，5v5直接被血虐，我们5个死光了，他们5个全没死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你不会再杀一个人吗？不是、啊，夜曲这个角色他强势期就在前中期，到了大后期夜曲就没干用了，谁会被你一下插死啊？不会啊！安慰奖，谢谢儿子的500，谢谢。你看我输出也打满足了，45000哎。然后中路47000，我几乎是整队最高输出那个。对面 AD 打了70000输出啊，各位，这是下路差距啊。不过这把玩的挺爽的，老实说，37分钟，然后100多个击杀，算是最近我打韩服比较最爽的一把了。对我来讲啊，我觉得享受游戏比赢游戏还重要。哎呦，啊，我好生气啊！给我当龙啊！你在干嘛？